偷盗的夜宝。在现代混乱的社会中，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努力竞争着，在熙来攘往中追寻着那份属于自己的梦想。但有时因贪婪之心而去占有别人的东西，不管是以什么方式获得，都是属于偷盗的行为。就是任何属于他人所有未经物主的许可而占为己有，这就触犯了五戒中的第二条偷盗罪。将未经物主许可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有很多种类和特征，分别为：一、偷盗财物，在物主不知不见的情况下取走财物占为己有，有三个特征，就是在物主不注意的情况下将东西拿走，称之为偷；在无人时进入屋内将东西取走，称之为窃；撬或钻以关闭之门窗将东西取走，称之为盗。二、抢，在物主不注意的情况下当面抢取财物，称之为抢夺财物。三、讹诈，使用权势进行威逼，使物主吃惊害怕而情愿交出财物，在现今称之为劫。四、掠夺，两个人以上拿着武器去恐吓他人将财富劫走，称为掠夺。五、冒用，就是援引证据伪证来抵消他人的所有权，例如土地等等，而本身并不是主人。六、贪污，明知是他人的财富还用计谋去占为己有，这些财富大多是物主托管的，例如欺诈保管之物、欺诈土地等等。七、欺骗，就是利用巧言让人误信，然后将财富取走。八、诈骗，利用诡计使人产生误信，然后将财富取走，例如在磅秤中做手脚、偷斤减两等等。九、伪造，就是制造或假冒的东西，以假乱真，例如假钞票等等。十、抵赖，窃取他人的财物不归还，强占为己有，例如借贷不还等等。十一、舞弊，故意使用手段欺骗以获取利益的行为，例如收取房租费之后只给屋主一点点。十二、调包，偷偷将自己不好的东西与对方有价值的东西兑换。十三、走私，逃漏税或非法买卖违禁品，例如非法贸易、走私酒等等。十四、私吞，就是侵吞他人被没收的财产，挪用税收，侵吞申请破产的财富，利用权势将财富贪污占为己有。以上这些行为虽然不是直接将他人财富占为己有，但也有间接涉及的行为。在持守不偷盗戒方面，就是持戒不清净，
就是给予食物，支持盗贼，或在知情之下购买不义之财。15，伪装，以不真诚的行为去结交对方，目的是想要得到他的财富，当他没钱时就离弃。16，受贿，拿人财物帮他做坏事，使其他人痛苦。17，毁坏，毁损他人的财物而并非占为己有，例如毁坏他人的庄稼，火烧他人的房子等等。18，强取，逾越亲密的权限，例如儿孙没有经过父母或爷爷奶奶的同意而将东西取走，或是取走的东西超过亲友允许的量。具足以下五个条件即构成犯偷盗罪，分别为：1，财物有主人；2，明知为他人所有；3，蓄意偷盗财物；4，动手去偷取财物；5，动手而得到财物。综合上述构成犯偷盗罪的因素，在于是否意图得到他人的财富，或强行将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。如果具备以上所述的五个条件，则被视为犯了第二条戒。至于所受的业报是重或轻，就要由以下的条件来决定了。1，如果财物价值多，罪恶就重；如果财物价值少，罪恶就少。2，取决于财物主人的品德，如果品德高，罪恶就重。3，取决于付出的努力，若付出的多取得财物，那么罪恶就重；若付出的少，则罪恶较少。违反了偷盗戒的人，在临命终时，会看见自己曾经造作恶业的影像，内心浑浊不明亮，往生之后会转世到地狱。如以下的例子，曾经贪污公款的人，往生后就会被狱卒捉住，放进巨大的钱袋中，把袋口绑紧，不让他逃走，之后再使劲地将钱袋往地上摔，如此来回反复的折磨，最后袋中的地狱众生与钱会被扎得粉碎，并且要经历无数次的生死方可消业。那些欺诈他人土地占为己有的人，转世为地狱众生后，就会被大片炙热的土地压得全身粉碎，且要受到的痛苦将不计其数。那些受贿之人，往生后会被狱卒用锋利的刀切开肚子，一直切到脊椎骨，之后狱卒会将类似硬币扁圆形的炙热铁块塞满地狱众生的肚子，而那些炙热的铁块会燃烧起来，痛苦不堪，在最后则会化成一滩血水。在地狱中消完罪业之后，再转世为恶鬼，体型如一座炙热的大山，只有两只脚站立支撑着，这就是生前偷取生人物品的报应。那些曾经偷取生人食物的恶鬼，
当业力消减，就会变成十分鬼。当恶鬼的罪业消完之后，再转世为喜欢吸食血水的蛆虫，时间会极其的长久，罪业消完后才转世为人，则会变成贫苦之人，得不到想要的财富，做任何生意都容易被欺诈，财产会因各种灾害而遭到损失，例如火灾、水灾、风暴、盗匪等，同时还会患下神经性疾病，如瘫痪等，是因为生前喜欢恐吓取财，使他人受到惊吓的报应。因此，当我们了解犯第二条偷盗戒的报应后，就必须停止上述所提到的邪业，然后转为正业，以诚信谋生，不损害他人，使他人深受痛苦，要以正当的方式维护自己与他人的财富安全，让整个社会幸福和谐，从今生至来世，直到证入究竟涅槃。